大家好，欢迎来到融媒体板块“一带一路”成语故事。今天呢，我们来到西安，这里呢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我眼前这条贯穿欧亚的大路呢，中国的丝绸等商品呢是源源不断的运向中亚和欧洲。那么同时呢，大量的西域特产也正是从这条路上输入到中国来。恰如唐代诗人张籍在他的《凉州词》中所为我们描绘的那一幅场景：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那如今呢，长安号中欧班列的开通呢，使得过去的驼铃声现在呢变成了汽笛声。这一条中欧班列的线路呢，现在已经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国际物流和枢纽中心。此外呢，像在航空航天、光电芯片以及新能源等方面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融入呢，也在助力着西安这座城市形成它独特的吸引力。长安人、波斯人、骆驼、马队，这些元素呢组合到一块儿，您脑海当中是不是马上会浮现四个字儿：丝绸之路？没错，我现在就是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西安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而且呢，西安这座城市呢也是充满了活力，时尚感十足。那么接下来呢，就跟我一起来走进我的家乡。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西安城墙，刚才我还看到了很多文创商店，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这种文创啊。都是把文化旅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最大的内陆港西安港，因为西安独特的区位优势啊，使所有从这里出口和进口的商品都可以实现时间和经济的最低成本。所以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啊，中国陆路进出口货运量总量的1/6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看我身后，这么多的集装箱，没有空的，全都是满满当当的。您知道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吗？专业术语，全品类。简单的说，就是您能够知道的、想到的进口商品，这里应有尽有。像什么法国的红酒、德国的精密仪器，像什么俄罗斯的木材，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都在这里。《西游记》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其历史原型玄奘法师在印度取得真经之后啊，回到长安，就将经书珍藏在了大雁塔里。大雁塔呢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它的存在，这个区域就叫做雁塔区。包括大唐芙蓉园、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还有西安交大等，都坐落于此。西安的科技力量和研发水平居全国前列，有普通高校63所，各类科研机构3000多个，两院院士60多位，科技大军100多万人。特别是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西北工业大学翱翔小镇，这些硬科技小镇的建设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灯光沿着城墙边界线勾勒出古城秀美的轮廓，爱上西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呢，西安这座千年古都呢，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来看看在新媒体平台上各家媒体和网友们是如何评论的。首先来看，新华社说，“一带一路”倡议呢，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千年思路现在又焕发勃勃生机，彰显着中国担当和世界情怀。再来看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乔瓦尼·特里亚撰文说，古丝绸之路呢是促进了古代文明的繁荣，那么今天呢，以丝路精神为指引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呢是带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一带一路是意大利不容错过的火车。再来看一下微博网友，他说，西安呢作为这个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其战略地位呢现在是更显突出了，希望西安呢能够突破这个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不要错过这个西咸新区开发的这个大好时机。西安这座城市呢，因为它的古都文化和时尚感呢，现在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主播吕小俊来认识一位土耳其小伙白振国，他的陕西话可是贼溜的，而且呢，他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你看看弄啥嘞？
在走过了中国的七个省，游历了20多个城市，坐了200多个小时的火车之后呢，我们小白把他的游记集结成了这本书。小白，你第一次来西安是多大年纪？我15岁的时候就来了西安。15岁就来了。对。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城墙和城楼，你想的是什么？我感觉穿越了1000年前一样，因为当时的老外也是骑着骆驼、骑着马带着香料和地毯带过来这里嘛。所以而且我把我的感情写到了我的书里。Hayat yolunda annemiz benzin istasyonunda. Rışın da Tuluşan, maması Cahil'de. 啊，这是加迪蛙的作品是吗？对，这是加老师的作品，我把这个作品已经翻译成了土耳其语。哦，你为什么会选择他的作品作为你的第一个翻译作品？因为我，加迪蛙老师我在中国最喜欢的一个作家，而且我还在翻译了他的这个诗歌。我在戏里面最喜欢的部分是，说，在中国，每个人遇着都在问，吃了？哦，很生动，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啊，谢谢哦！我快要馋死了。好。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吃到？谢谢。所以这个冰淇淋是土耳其特有的吗？对，这是土耳其味上特色的冰淇淋，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料，所以呢，它会这么软的。如果你有同胞来到西安的话，你会第一站带他们到小吃街吗？对，当然，因为这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我现在要带你去更热闹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一起去更热闹的地方。这里呢就是大雁塔下的大唐不夜城。小白，我觉得这儿真的很热闹，我们一路走来发现到处都有音乐表演。就是你说的太对，我来西安已经7年了，这里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能够体验到1000年前大唐的繁荣，而现在的西安是越来越包容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所以呢，我非常感谢西安人，我爱西安，我爱中国。怎么样，白振国的陕西话是不是贼溜贼溜的？这就是他和他所热爱的西安这座城市的故事。那这一时段的融媒体板块呢，也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